仔细把牙齿刷干净，希望拥有一口亮白的牙齿。部分爱美民众还会特别挑选标榜具有美白功效的牙膏，帮自己的微笑加分。只是医师提醒，要小心里头的化学性美白成分氧化剂，长期使用可能造成牙齿的敏感问题。它是把里面，它会把里面的那个色素把它让它往上跑出来。哦，它是一个它是有一个比较侵入性的到那个牙齿表面里面。而另一种物理性的美白牙膏则是利用颗粒磨掉牙齿表面色素，专家建议不要连续使用超过4周，特别是有慢性牙周病或者是年长民众，因为颗粒更容易刺激裸露的牙根部位。牙根的层结构它是比较软的，它是有很多牙小管构成的，那牙小管里面有很多神经纤维末梢，你假设你的表面没有清干净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牙根也会感染，它是活的嘛，所以它的开口会打开，所以就会比较敏感。医师建议定期洗牙，清除牙结石，适当使用含氟牙膏，加强表面的保护层，都可以帮助降低牙齿敏感的情况发生。八大新闻和平宁波志采访报道。